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时宜居 All About the Ones。这是温刀，两黑矮不哈，我是王太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，也是烧饼的其中一个变化款，跟上次介绍的花生芝麻酱烧饼类似的手法，可是用不同的技巧。这次的更省时，我们这次用的是黑芝麻来做酥饼。我们家喜欢吃的是厚烧饼，所以这样厚厚的、胖胖的、圆嘟嘟的，很可爱。我们来看一下我用了什么样子的材料和什么样子的技巧吧。